有一档先哪些领域啊？这个一个预告，然后呢？稍微往后，稍微往后一点。这个是大的，这个要15米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？小朋友往后站一点，小朋友。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大概在5000。这个哪一个卖给我吧？啊？这个拿回去干嘛？不要你讲的。我妈就这样立。这个头像就是可以自己设计，是不是？自己往里爬，高的头像都是。啊，他们站回去有危险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到现场拍一个就可以了。我在大一在春节这边啊。这个一条是你现场卖的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想这个是哪个？现在主要是商业广告。商业广告。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有展示出来。我们上海今天我给他做了一个 logo 的设计。谢谢。你们注册给我一本吗？我没有带。那你买呀？怎么买呀？没有，我们加微信买的。加微信是吧？我们就来。哎，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试一下？现场拍一个试一下。那个票。小朋友手机在往前面。玛丽亚。能卖任何的产品？哎。我看一下。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。卖任何的产品都是这个上面做啊，就任何产品都可以。材料没有带，就先站下。哎，我们如果 KTV 想小姐也可以出去在这里唱啊。厉害。